表现最好的最高记录的是三分钟。那这个人呢是 Candice。 哇，厉害。So the girls needed some more portfolio shoots, and one motif that always captivates people is wild, dangerous animals like snakes. 那我本身自己就是属蛇的，我很喜欢蛇，然后也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的、刺激的东西。在这边的拍摄跟国内的是不一样的，在这边摄影师他不让你去摆出一些生硬的动作，没有任何一个指定的动作让你去摆出来，但是他会跟你再讲一个故事，然后带你进入到状态，让你觉得你是在森林里面，然后跟那些动物们、森林们在一起玩耍嬉戏，所以我整个人很放松。本来红红长得就像个蛇精一样的，和他跑去跟蛇拍照，其他的模特们可能对于我这次的这个机会肯定在背后会有一点嫉妒的心理吧，但是无所谓啊，我不 care 啊，关键是我自己得到了什么，我自己抓到了什么。每天下班之后我们都喜欢到 Tiki Bar 放松一下，这里经常有很多人唱卡拉 OK， 所以 Mick 刚刚问这里有没有中文歌。Jing Jing, do you guys have Chinese songs in your karaoke? Yes. Oh, really? Yeah. Cool. 100多啊！最好的。离开你心上是对是错，心可破是软弱，心可破是那些烦或者是什么，如果始终执着才明白它永远连在了习惯，那我爱你为什么。就刚才放在这儿吗？对啊，本来想照相的，然后最后我们跑去唱 K， 然后就没有。手机，你找找嘛，你在你包里找一下。我找了好久了，已经找了，连我包都放出来掉在地上。你在沙发底下翻一下，我们帮你找一下你的。今天我们的拍摄很郁闷 ，Tiffany 把自己的手机弄丢了，我们所有的人还有保安都在帮他找，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件事情，因为在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很安全。是他自己搞的鬼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下午的时候我们去训练，然后呢他迟到，而且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就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谁会第一个被淘汰，我觉得就是他，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他会不会是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博取同情。如果他自己故意在演戏的话，我觉得哭得这么伤心不可能。今天我约你其实有些事情想跟你说的。快点动作了。要一个还是两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现，并且没有一个人回复我？还有谁不能潜到水底？